大家好，虎刺梅它开花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呢花期特别长。不过呢，有花友就发现自家的虎刺梅在春天的时候，尤其是在梅雨天气的时候，它开出来的花朵之后呢。 啊，这么轻轻一摇，花朵呢就哗啦啦的掉，是什么原因引起呢？三个原因，第一个就是长期给它淋雨，虎刺梅呢是一个喜燥恶湿的植物，它也是属于多肉一类的植物，如果经常给它淋雨的话，它就容易出现沤根闷根的现象，根系烂了，那么上面的花朵不掉才怪。第二个就是养护的位置通风环境不好，它的枝头上面呢。 非常容易被一些细菌感染，它这个花茎里面呢含有的水分呢也是比较多，尤其是容易侵害到它花托的位置，那么它的花朵呢一样会出现掉落的这种情况。第三个就是养分不足，无法支撑这盆虎刺梅开出这么多的花朵。大家看这一盆虎刺梅，粗略估计它的枝头上面有一两百朵花。那么如何才能支撑这么庞大的开花数量呢？那么就要在它盆里面给它埋上一些有效的磷肥，而且是长效的。那么 就要在盆里面呢埋上一把骨粉，我这一盆现在它花朵一摇都不掉，就是因为在盆里面给它加了一把骨粉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它中间白白的这一坨呢，就是这个骨粉了、啊，加进去的一个骨粉，看得见吧？这个位置这里白白的一坨。 那么，如果你也想要自家的虎刺梅开花多、开花艳，而且摇不掉的话，就在盆里面给它埋上一把这种骨粉，然后再注意前面的两点就可以了。虎刺梅开花很漂亮，我们想要赏花赏更久，一定要用好技巧，用对才可以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